与怪物战斗，小心自己成为怪物。全部都是警察的 case number， 杀一单预告一单。李俊以前他的躲就是神探，你被他真空露点了。魔镜是冤案，那就是啲受害人家属走埋一齐嚟报仇。警队不要你，你要那班傻仔报仇，你就自导剪破一宗神探。你就是怪物。人人都变成怪物，为什么我不变成？